猜。为什么你的相机会莫名其妙的位移啊？是我错觉吗？我明明没有动它，它就可以自己位移，就是。是你的云台的，是你的云台在飘吗？啊！在恁讲，在恁讲，在恁讲，还有最厉害一招，你死了！我拢在跑。你死啊！你死啊！你。哈哈哈！你死了！那种天天不累啊？你是怎么判断？丢搞还是他搞？你是阿妈接的？太假了！我丢你家嘛，阿姨卡你来。你把这些拉过来。我是不累，距离要远。你看尾巴，就看得到这个距离要大。你继续试试看，为什么比较远远看一眼看得很清楚？因为那个角是那个距离是那个扁的距离。还用扁的？不要听的，我是不用听的，我只要距离够远，好不好？不用安尼，对。你要感受他的球进球，对，要感受他球进球，然后他的脚是哪一个比较短？可以说距离要远，比如说那个红车摩托车红色带的那个地方，我可能就会看到。湘北，你去看哦，这个球，你的角度折下。居然是折北还是北折？你眼睛仔细看，你看底下都没有。折北，看那个角度，折北，你是赣南高手啊！你说话第二步哎，那看一下这里一点意思，那。我你搞出来，那个新的，来，一个来，一个跳，来啊！阿来啥？我炸！阿来给我做主的。啊？有啊，今晚要走啊。要来啊，走出去。阿来可以啊，慢慢来，对啊，说开心，慢慢来啊，对吧？不要接到，马上看。有可能吗？我不看你不炸。再做一次，我都摸肚子啊！两千，我用脖梁。他肚子在量，肚子是量。后来摸这边，可是后来你要摸这边，一定要手抬起来之后，手肘往外，你不能这样，一定要往外，有没有？对啊，过波，然后
然后 set 那个 set 的那个动作，刚才那个前半节都这样子，前弓弓弓弓的那个肩膀那个，变更那个，都是变更那个，不一样啊。你就拍那边，他看这边这样。完全没电脑，真的完全没电脑。那你就把这转过来算了。那我自己偷录就好，不用给大家知道。那有兴趣吗？来考裁判呢？打都打不好考。不会啊，这样规则一项目就。怎么改啊？这个对点。这个停下来的感觉是让你慢一点看，你懂吗？你要说一踩下去，啊，你要说靠，那一起来的话，一下效果，有时候需要瞬间一下，你再大概差两三步，差不多，已经接到球了，我还是不行，啊，踩过去已经死了，对不对？练什么？不要！看他们的裁判，新的裁判，新的裁判是一味的说都会像小偷。他看哪个光，我是你知道？哎，看的真很菜。人家是对那个，球不接球，我们一位哈就是这样做，为什么？球一出去之后，我就不知道我怎么。那等他球到那里的时候，会到那里。哎，还有那个不知道他传哪边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传起来，冲下来了，我冲了。哎，你看那个跟那个球员两个拢上，好在啊，两个拢上。你可以看到他跟那个球员跟球员跑的速度一样快。因为他不知道他去哪里，所以他发现那边有状况的时候，他从远远这样冲过去，我说：“我靠，你是海保米的，海保白米的球员。”那可是我们一开始就知道可能会在一边，我们慢慢慢慢来，这样很从容的跑到那个位置，差不多这样。弄 A 五啊，对啊，不然就有的是刚来的啊，他跑过来就讲：“我接他们的工作。”哪管他走？哎、欸，然后小偷一样，就经理，一开始就先走了。不是的，一跑就这样子跑，我们就这样子看，挺胸跑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不一样啊！我错，东海呀！把袜子脱掉、啊。所以只要看到那个冲得很快的，冲得很快的，再加上那个脚后一样，都是一个条脚快抽筋的，一球被拿比球远。啊！哇！这个好的也拿过来了。你先给我推来。啊，是哦。你拢欺负他困了，你看伊。二比一哦。阿坤进来的，二比一啊，是我的，二比一，阿坤都是躺椅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他搬家，刚刚蛮累惨的，东海呀，这张椅子蛮贵的，刚刚很多疼椅啊，是吧？疼哪？疼你呀。你做根本不懂。阿坤那时候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不要拿出来给人家做。”我说：“拿来就是给人家做。”他都照啊。就第一个谁有你知道？一个孕妇第一个做。厕所。这个也是孕妇吧？你看他肚子，看他了。对啊，这个几个月。那个林红玉啊。所以要来压嘛，拿压路机来压。我教整个，没有后面的动作要好的地方，好的压路。对啊。什么时候开始？过年的时候，就是趁联盟刚打。烤肉，我想对对对。那个图过了，市政府也签了，过了。二合局啊，二合局也签了，所以说可以。所以最确定是网子没问题，都是林子教的。我是确定，可是很。可是我们也是要弄拆的吧？都是要拆吗？那我觉得讲设计可拆是可以，但是不会拆啊，正常的拆，不会的，要吊车拆啊？没有啦，不用吗？
用跟那个绳子拉着就垂垂掉下来就好了。滑轮的。坐下来打。所以你是软网，然后收上去，卷上去。那就是台，是那 OK 啊，台风下来收下来就好了。这个也可以用收的。啊，你明天要等啥？这个当初哦，该明仔啊，该明仔啊，因为什么？特别点奇怪，因为我们家邻居他有做这个，他就是啊，他有收，那个什么？那你要去吃饭吗？我就拜拜吧。而且它很简单哦，它只是一根长杆子放在上面，然后绑在这里，然后台风前它就用手拉起来，手拉。我们当初本来想用一根竹竿，然后就把它反复的，然后就把它卷。我卷的时候，台风刚把它手卷起来。不然你看那个上面有点纸是有点惨痛。我下次要用水。因为他这个用那个甚至把亚焊电焊怎么样？电焊说你这样一直风来就震动，那焊的地方就裂开了，就飞掉了。所以我叫他这样下改的用锁头，用锁头，他锁头就不会有那个。我再放了，我今天要一点钟。你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？怎么弄的？现在改善很多。这个是在摄影，对，还在摄。都是我的声音呢。没关系，让回去会计较。